们是团体吗？当然。那加入的资格是？那就可以了。哎，只要爱跑可以了。那你们今天是跑多远？14.3。要嘛？那你子丹你？14.3。你们都是14.3嘛？对，没错。精英。对，我们是精英。了解意思哈，很厉害。是几公里？14.3嘛。那还有其他问题吗？今天问题好像蛮多的，都回答不完。哎，还有吧。第一个跑完，绝对不可能是史丹利啊，因为他都快被吸干了，怎么可能呢？对不对？看他的样子，对，罪魁祸首在那边，要注意了，好不好？给他一点体力嘛，可以吗？给他一点鼓励嘛，可以吗？今天最快的应该有可能是熊熊。熊熊，因为他好像是田径队，讲一下。跑短跑的，所以这个是长跑的，其实是不一样的。没有他。对啊。是我们里面最好的，是女生里面是最好